是7336，爱奇儿 ，Go Go Go， 新北市。我首先要感谢我们天使星家族基金会这几年来锲而不舍地举办爱写日的活动，这个活动让我们整个社会更加的认识各式各样的爱奇儿，同时呢也让我们所有爱奇儿家族，尤其是父母亲，能够勇敢的快乐的走出来。因为天使星的信念一直是认为只有家长能够坚定勇敢的走出来，小孩子才有办法陪着家长来面对这个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台湾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社会，这些年来由于天使星家族以及其他很多社福团体的努力，我们越来越能够知道了解各种爱奇儿以及身心障碍情况的小朋友，从而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包容他们、奖励他们，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中央政府这一边，我们当然也会透过一连串的措施来帮助所有的爱奇儿家族。我想在座的很多很多的父母亲比较关心的是，包括小朋友在小时候的时候如何能够及早发现他们的情况，给予早期的疗愈，以及另外一端就是当我们的爱奇儿慢慢长大之后，如果父母亲也老了，小朋友也大了，这种所谓的双老的高风险家庭我们要怎么办。在这一些方面，我已经责成我们的卫福部要尽快的把我们的方案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各地有各种的资源的转介中心跟个案管理中心，随时准备来服务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讯息告诉更多还没有走出来的天使星家族，让大家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来迎接这个社会，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台湾更好更进步。进入今天的活动顺利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